机关的导师也一招导师混入人群，他毕业了快四十年，啊，对不起，是三十年。精神让人可佩，为了班级荣誉。原来班级人数比较少，所以老师啊，义不容辞，拖着他的老骨头，不是健壮的骨头。等一下就要看我们艺术老师他的英姿哦，请大家锁定粉红色十六号，粉红色十六号，粉红色十六号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哦。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说三次啊。天啊，我们积分的孩子虽然人少，可是呢还是自在参加，可是今年啊有老师加入，我相信你们很有机会哦。叫一下小义工啊，发了几个字就算了。大会报告小义工，好，第一棒请就定位。哦，九年级的学姐果然气势不一样哦，非常的悠闲啊，不要在那边等你头地位。那个接力棒拿起来，第三道的接力棒，吴一宽。好，起跑！还有粉红色可以不用跑那么快，你们老师一个就可以追十个啊！你跑那么快，老师怎么表现来第一名？你们老师这样子等下跑很慢吗？你这样子让你们老师情何以堪啊！啊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人家业务是一个打十个，你们老师你不要故意跑很慢啊！你们老师可是等下追很辛苦哎、欸。一个过完，马上最后一名，加油！我们的小绿以稳定的速度，目前位居第一名。啊，咬得很紧哦，咬得很紧哦。小红跑步姿势非常的快速，这时候他伸出了手，冲击我们小红，小红没有追。好，小黄要追过小绿了，小黄。小玉啊，小玉加油！来，有跌倒同学去医务署看一下，快点快去。那个九年十一班的同学有受伤，医务组的同学，医务组的老师们，帮忙注意一下，有两个同学走过去受伤。好的，现在考报上领先的是八零九年级的九年五班。好，好，九一五，九一。九一三，你们老师在瞪你们啊，还能加快脚步。老师正在瞪着小明们。小绿超越小黄。好，加油老师。加油加油。我们的小绿刚刚。哇，
滚蛋！现在小红不公车，你的手机在下。哇天哪！你看蒋下来下来下来，他超越快十公尺了。小红又会跑步，非常的好。于是小红又继续持续的往前前进。小绿超越小胜利了。好，九一三，九一三去！你们老师下来了。小红跑第一，洪家小航。好的，我们的校长来了，祝校长为大家加油。刚刚跑第一的是你的儿子啊。你不要有掌声，会跑的快，快跑！我们现在好十六号，关注粉红色十六号，我们的林立山老师，去，去，两步并作一步，已经吹上了，哇，去，好，接棒，好厉害啊，果然是飞的。林立山老师滑腿软，撸他。林立山老师的努力，小粉红可以松本差距。林立山老师为了表示他的这班节目者要再跑一半。强了九一三，后来居上。好，小丽通过冲刺线。好，小王小丽，小丽，小王，小丽，小丽，加油，不错。我们给我们基班虽然人少，可是还完成比赛，掌声鼓励。左右部分要13班的左手边快抢，来比赛了，同学。